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一群男子聚集在一起，有人拿着球棒狂敲猛砸，疑似在打群架，还不断用他们的方言互相叫嚣，过程全被路过民众拍下来，带您看一段当时的情形。事发就在29号中秋节晚上，高雄紫官区科仔寮一处空地，一群外籍移工爆发冲突，互相斗殴，人手几乎都拿着工具，互相猛砸对方，现场气氛火爆，路过民众经过都纷纷停下来多看一眼。画面曝光，引来不少人抨击这样的行为实在好危险。警方目前也介入调查，而详细冲突原因以及是否现场有人受伤，还有待进一步厘清。